有力啊。Hello， 桃子你好，老师好。其实我们也要很谢谢赖胜恩，其实像我们每次特别节目的时候你都要回来表演，而且你的表演就是你知道要练比较久，又要歌又要舞，所以真的很谢谢你。谢谢。那我知道你无所不能，像这样的一道门你摆几个摇的破事可以吗？来嘎嘎 music 啊，赶快麦，能看到吗？哦，很想把它打包送走，来人啊。哇塞！但是这不是你的道具，对不对？不是，你的道具很厉害嘛，蛋终于要出来了，是不是？对，看到永林那么那个拼命，我一定要把我的蛋拿出来。好，哎呦！马上欢迎赖胜恩带来 Lady Gaga 的主曲。Gaga. Oh, oh. I did a little bit too much. Well, stop the people, stop to rush. Twisted, didn't care for my dream, man. Where all my kids, I lost my phone. What's going on the floor? But I can't see straight anymore. It cool, what's the name of this car? Can't remember, but it's alright, I'm alright. Just damn, gonna be okay. Just dance, you're right to play. Just dance, gonna be okay. Just dance. Hello, baby, you can't lock in here with this. I can't get a service in the car, you say, What did you say? Oh, you're breaking up on me. Sorry, I can hear you, I'm kind of busy. I don't wanna think anymore. Out of my head, in my heart, I'm a dance floor. I don't wanna talk anymore. Out of my head, in my heart.Start telephoning me. I'm busy. Start telephoning me. Hey, my telephone, my telephone. Gonna reach my telephone. My telephone, my telephone.Gonna reach my telephone.辛苦了，哇，太棒了，赖胜恩，你不简单了，你让原住民跟国际巨星接轨，而且要练很久的英文歌，对不对？对。English 的方面都是跟谁练的？哥哥，嗯，哥哥很会讲英文，一点点。一点点。OK， 哇，这整段表演，尤明老师觉得如何？哇，真的是妖气四射。加上他这个眼妆啦，那其实我这有个感触，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听歌手在唱歌，然后他跳舞需要跳舞的时候，是歌手去学跳舞来表演。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声音的表演呢，感觉是 dancer 在唱歌，就是他其实他更引人注目是他整个舞蹈其实是一气呵成，根本就没有在记舞，全部都是反射出来，全部都一气呵成的动作。所以其实你是在舞蹈里面找空隙唱歌，很辛苦很累，很辛苦，因为你100%力量都花在跳舞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的会觉得有一点被你的这个精神跟你的舞步吸进去，因为你感动，对，因为你跳得太投入了。那我就觉得说，台上每一位表演的人都已经是 dancer，有一个声音出来，是这种感觉，所以这是很不简单的，这一定要到一定的火候，所以感觉上你是专业的舞者在唱歌了，已经是这样子的，不简单，掌声鼓励鼓励哦，谢谢大家，自己回去揣摩刚刚他几个这个蹲跳动作就知道，这是需要体能的，只是请你不要再点头了好吗？好的，看起来很讨厌啊，因为他点头那个刘海就会一直这样摇。小林老师觉得圣人间的表现。
我觉得他就是很怎么讲，非常的浑然天成。那这个节奏在他身上本来就是已经是在内心在细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血液哦。那我觉得现在反而很想看到有一个特别的歌曲是为你来做的，因为你其实是在这么多的歌当中呢去找自己的舞步或什么，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人要来为你的舞步来设计歌曲了，我觉得应该是要做到这样了，因为你自己在舞蹈当中已经很有风格，那现在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完全就是赖声恩，你也是一个可以站上国际的一个蛋哎，不是不是，对，一个很重要的，谢谢，对，舞者歌手，所以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假以时日。有时候我们虽然没有机会，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练习，因为总有一天那个机会会来的嘛，对不对？你看苏珊大神几岁了，他也没想到他会发片嘛，对不对？哦，还有像以前那个老爹，他也没想到四十几岁了才发片，所以很难讲。先把自己哦弄得这么的性感很重要了。谢谢谢。我是不太懂，女星是需要贴双面胶带，你在贴双面胶带贴什么？不是，因为这个那个蕾丝会乱跑。哇，这么专业。他都看到那个事业线，所以。那巧克力怎么没有乱跑？他粘起来。粘好了。对。啊，很厉害的，Ladies and Gentlemen， 下一段要跟他们 PK 的就是 Christina Aguilera 林心，马上回到现场。